香。今天呢，讲到南化，你绝对不能错过南之源。今天这组南之源呢，它是镜面二班的哦，来跟大家讲镜面二班。我跟大家说，今天这组的产销班呢，它在当地是非常非常有名的。他们家所栽种出来的艾文芒果，不论是香气、甜度还是外观，讲内在有内在，讲外观有外观，好不好？就是美。今天这组呢，我跟大家讲，绝对不能错过它。跟榜三的果感快，金价果感快，那这个香气啊，就是完全不一样了。来，我跟大家讲，今天呢有三种品规哦，有看到每一颗上面都有贴他们的贴纸，告诉你我就是南之源，我就是厉害，对不对？今天有这一组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超美，有看到上面都有密密麻麻的什么糖斑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会很会看艾文芒果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这一组呢超级厉害哦，好不好？讲外观有外观，如果你们要送礼，也是绝对分放的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一组呢都是最新到货的，来。果粉有看到吗？好不好？今天的各种品规都到货了，今天呢直接上线给大家，镜面二班南之源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在给大家看看今天最大颗的，好不好？今天熊大粒的，来给大家看看，看到，都是栽赃昂的哦，哈，价杠栽赃昂南之源呢，今天直接上线给大家，今天艾文芒果今天这组呢超好吃，直接上。